11月19日，数百名香港市民自发来到香港上水的北区大会堂门前，为遭暴徒杀害的清洁工罗长青举行头七法事。11月13日，被市民称为罗伯的70岁清洁工罗长青，怀疑在北区大会堂附近的冲突中，被激进示威者扔出的砖头击中，当场倒地不省人事，在医院抢救一天后于14日离世。头七法事上，沉冤带血，严惩暴徒，沉痛悼念罗伯的横幅醒目，桌上放有蛋糕、水果、茶等祭祀品，道士为罗伯诵经祈福，送他一路好走。来自元朗、荃湾、大埔、沙田等地区的市民为罗伯敬献花圈，现场大批市民陆续来到祭拜现场，手持白色鲜花，神情凝重，泪流满面。香港演员向佐也低调前往法事现场，打扮十分朴素，面色凝重，他表示会给罗长青家属捐款。非常感谢他为了香港做这种事情，就好怀念他，就想到现场。本来想见见他的家属，然后远东西交给他们，但是家属不在。活动组织者何先生表示，罗长青是香港五个多月的暴乱中第一位无辜牺牲的市民，任何一个香港市民都不愿意见到这样的情况。希望罗伯的牺牲能够唤醒社会上思想阵营不同的人，能够迷途知返。相信这也是罗伯在天之灵的意愿。许多市民也表示，罗伯为香港清洁付出他的一生，自食其力却不幸牺牲一条命，希望他一路好走。香港由六月至今呢都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咁阿罗伯都是一个即系好不幸的一个无辜者啦，咁系呢场嘅即系牺牲咗嘅第一个市民，咁我哋都自发性咁嚟到呢度帮佢一次做一个追思会，咁喺中国人嚟讲，头七就系去翻翻嚟呢度嘅日子，所以我哋就搞咗个追思会同埋一个超度嘅仪式咯。阿罗伯伯咧，细细咧系为全香港市民做好事嘅，为香港人服务嘅，紧要嘅人都俾嗰啲暴徒啊嘅用枪掟死，所以我觉得值得嚟拜祭，因为佢为咗香港做好事嘅。我们值得纪念，值得尊敬。据了解，头七仪式是中国传统丧殡习俗，以此祭祀逝者，寄托哀思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